我们来学习一下0811变压器有氧化安定性，未使用的停止绝缘有氧化安定性。看一下哈，这个是控制面板部分，流量计，这是10毫升的，这是温控表，这是计时器，然后下面是接管的，这是调压的。这是电源，这是一共有计数域有6个孔，可以插6组试管。做实验之前，先把浴温恒定到120度。这恒定到120度之后啊，再把样品放进去，看一下，放上样品，然后插好管子，这就是按标准放上试剂就行了。插好管子做实验，这里面得放这个铜丝。本机还配了一个铜丝的绕线器，这是计时的。这压力是选每分钟2毫升的这个档，调每分钟2毫升的。这主要调这个压力，调完再细调一下它。这旁边有个空气干燥机啊，这个要玻璃珠变红的话，就得拿去干燥一下。